原标题民国女子的生活写真各有韵味。一，民国时期的一组黑白照片记录下了那个年代的女子生活样态。图片上的这名女子名叫曹玉芳，24岁，是一名私人秘书。二，图片上的这名年轻的女子名叫玛丽 Mary 英丽，22岁，还是一名高校的大学生。三，图为六间棉纺公司新工厂里的年轻女工正在操作中国产纺织机。在日军攻占上海之前，工人们把这些纺织机拆卸下来，并耗费大量精力搬迁到国统区的大后方。四，图为中国妇女在后勤部队修补厂缝补士兵的衣服。五，图片上的这名女子穿着民国时期的标志性服装，梳着短发，她的目光正看向远方。六，图为罗六因以将军为吉尔伯特·伊切夫斯少将举办的晚会上的客人，其中也有不少女性。编辑起摩鲁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